刘掌柜的，哎，东家，你有什么吩咐？这两万万两灾银，你呢？你能言善辩，诡计多端，你就负责一半吧。啊？那鄂大人呢？哦，他跟我先筹一万万两。那为什么？他呀，是个老实人吗？啊？他老实？老实人？啊，这儿十二个元宝，作为筹募灾银两万万两的基金，我们把它呢分成两份，我跟鄂大人一半，你一半，各筹一万万两。哎，这样不公平吧？哎，这么着吧，咱把它分成三份，每份四个，我拿两份八个，其中一份呢，算是我替鄂大人筹的。哎，那不然咱们各筹各的。好好好，就依你。哎，那是卤水，你不能拿走。放心吧，我去点豆腐。哎，让他拿去吧，这是要命的，一吃就死。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我好好的吃他干什么？吃吃吃吃。哎呀，他这样子没管。伙计，这那龙井子还不来啊？他来了。干嘛？你干嘛？好死不如赖活着吗？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我家的经更难念。退一步，天高地厚啊！不瞒您老说，养不教，父之过，都是我不好啊。我儿子是个赌鬼，一家一档输光，还欠了一屁股高利债。债主上门要钱，活活的把我老板气死了。我好不容易借了30两银子，又叫他偷去输光了。哦，在哪儿输的？万利赌坊。哎，十赌九骗，听他说输了30两，还把长衫压了2吊钱。三吊。钱快点，钱快点。两吊，大家快点，又是又一大伙。你真是没有记性，事情交代了几遍，老是弄不清楚。你看，把事交给你办，怎么让人放心呢？还不赶紧上去盯着点？是是是，哎，走走走走。呀呀呀呀呀！呀呀呀呀呀！我压就开了啊！呀呀呀呀！呀呀呀！开！哎。开了啊，开4点龙啊，哎，龙啊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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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16点开四青龙啊，青龙一条。双喜，连摇了5个青龙了，面不改色啊！你奶奶都夸你呢，好他妈的孙子！洗洗手吧。是。万龙。怎么了，双喜啊？大兵晚上又到清明街去找大红了，心想龙凤呈祥啊，下去给老板娘吹吹吧。哎哎，怎么了？你开不开嘛？
金山银山都是慢慢堆的嘛，不要忙嘛，小老弟啊，啊，来，啊，来，来来来，杨杨杨子下套寻物，不要青龙，要伯虎啊，啊，来来，哎，干什么呢？找人呢。找谁啊？我儿子。姓什么？姓邹的。邹。邹走走走，你不走我就揍啊！去。哎呦！怎么打我？子恒，子恒。哎，妈。什么事？啊，外头来了个老家伙，拿着烧纸、元宝、香烛、纸马往楼上跑。该死！撵出去！哎。哎呦！滚！滚！滚！哎！哎呀，滚吧！滚！黑啦！哎，是死一生喽，青龙死。哎，青龙死。现在开始，哎，来来，来来来，哎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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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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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来来，王八蛋忘了摇了，老鸨来青龙寺啊，下了，人家没摇手，咱们得压死，压死，压死，下了，压压压压压压压定你手，压了压了，开了，开。开了，开，开，开，哎，走七山呐，上，哎上啊，哎，再来再来。又输个精光啊，回家跪在地下向我哭诉，气得我是要打要杀，他就一溜烟似的跑了，如今我老伴儿还停在家里，您叫我荣安，给他点碎银子啊，不不不不不拿着，不不啊啊，您老太好了，当今这个皇上荒淫无道，东游西逛，弄得天怒人怨，像您这样的好人实在太少了。刚才你说乾隆皇荒淫无道，不会吧，这个皇帝还不错嘛。啊，还不错呢，听说他皇宫里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不算，还听信奸臣鄂荣安的话，在宫里修一条地道直通苏州胡同，私会京师名妓什么三姑娘，如今又到我们苏州来找什么六姑娘九姑娘，哦，他整天在那儿三六九，就不管老百姓二五八了。在这个世道还有您这样的好人真不容易，您的大恩大德我今生报不了，来生做牛做马也要报。哎，起来起来，哎，别这样别这样，起来，谢谢您了。哎，万历赌坊在哪儿？听说在玄妙观附近。